朋友们，今天的这个天气啊，就是很刺眼，眼睛我就感觉不舒服，我就捡起小猪的眼镜来戴。我看他平时不是钓鱼的戴着眼镜嘛，然后我就想，哎，这个太刺眼了，我就戴一下眼镜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但是戴了之后，好像今天天气就正好嘛，不戴的话太刺眼。怎么老是往下掉、啊、我看你戴也没有，老是这样，我就老是这样弄，不然一会儿就往下掉，一会儿往下掉了，可能是鼻梁的问题。你都又说我没鼻梁了。嗯，也是有的，有的就是比较小是吧。刚才不小心把豆腐给捏碎了，我觉得你是戴眼镜的原因看不清楚。有可能吧。给它揉碎，带嘛其实是没有坏的，只是说嘛，在农村那个下带的时间长，也说不是，也不是下带时间长，积攒的时间、积攒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一个一个啊，哦，存储是吧？对对，存储的时间久了会有点点在变变了，也味道是没有的。我感觉这个眼镜戴着头好痛哦，这头好就感觉很重很重，戴啊一脱了眼镜又睁不开。我这个手这个地方不知道怎么的痛，也用不上劲。给它盖锅，我让它蒸熟啊，然后我去切肉。小猪啊，哎，我不知道你戴着眼镜耳朵痛不痛？我戴习惯了呀。我这里也痛恼火，我怕一会儿都红了，算了，不戴了。刺眼就刺眼一点吧。刺眼一点。现在呢，这个要把这个肉切末末。那个捧碟。我来捧碟。刚才呢和老妈打了一下电话，聊了一些事情嘛，然后这个应该也熟了，时间煮的挺久了，把它弄出来。好，端出来。好，下油，这是辣椒油熬的，很香的。下入蒜，热没下锅，料酒，鲜酱油，蚝油，该解的水。
抽盐糖。一碗的水淀粉。好，咱们可以吃了。这个呢，感觉挺好的，很不错。颜色好看，味道很香。有营养的货。这个饭呢是昨天剩的，我煮的有点多，剩饭我就吃点凉饭，就提醒，没必要加热，对吧？这豆腐啊和鸡蛋混在一起，哎呦，那营养价值搞起好像也。好，咱俩吃完这么多了，剩这一点。你还要不要吃了？我吃饱了。吃饱了，确定啊？确定。我刚才也吃。打电话嘛，说老爸腰有点痛，我也得回去看一下他。好了，走吧，收拾收拾，走吧。我吃完这个就走。